生啊，真的过不了。阿爸做事心烦死，做到最底边，滚蛋来做到人梦啊死。奶奶真的过不了吧？你们买砖头天数贵不？我这砖头天数贵，我这同阿爸听阿叔的，我听哎，我到家冇敢多听哦，新挂的听哎呀哦。来做砖头贵不？我这个冇办法的，那你冇办法贵，你到数个几种钱的吼。啊，滚水砖头贵不了，也好舒心了。来做砖头贵不？哎，老金哈，老金哈，砖头贵不了，晚上睡在哦，天哦。要滚水砖头贵不了。好。今天的树上一到台风啊，对这农民就出分毛利的，真有点自己在那岗上了，死了不忙的噻。主要是你建筑岗上去的，和你个阿阿开去的。风啊，一排台风比较些好些多。那你们今天你们做派的，还把些熟悉的，政府都冇负担哦。哎呀，所以说嘛，已经难改了哦，哈，难做了。都融湿了的，嗯，还没那么多的容量的山，太浓了，人家山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山到天中，那它不转到矮带应该没有，这个就还浓了的。容量都没得高的山。对呀，没得。我看埃及我哪知呢？今年台风让上呀，你都做了好多好。你看不，你我如果给这个你这个上班，你如何嘛？这人工的啊，就说是吧？嗯。你看到都牛年干就忙就五级的，就是人工就够辛苦的。你没办法抢富贵的哦，跟你把你把政府专业的入库的跟入库的保护的还高。啊，这不是专业啊，都冇贵啊。嗯，这是很早哎，你跟你那专业入班了冇入啊？哎，大嘛，跟人都去抢钱还不？这冇叫他专业做工到现在，搞打工还跑了哎，那是农民吧？那是富贵几百来的。哎不，你看我连个做多少钱就哎呀，做的啊，上千万块钱冇给他贵冇。一天辛苦，那你把人过没了？那个没了，他这个应该都没关系，给他绕给他通啊，好快吧，他这个。哎，他贵哦，没贵哦，他胖啊，胖得多。那就全部都该吃三龙啊，都要三场过到三场龙的，就俺一栋的个让去了，就扔到一栋的。全部找到的就在那忙修，等那个大概三百斤重的啊，没得呢。他装那些啊，这个就管不到。今天没水多的哟，人不按人不干到停哦。全部我们了90%，嗯，都到户，新啊一点点都没有到户。嗯。哎，那么这的确哎辛苦。就是那一吹到一栋的过来，就全部都上龙的去了，全部都我感觉全部都过上去都龙啊龙苗都好死去了。你今天管到多一半，我那感觉你会赚那个，又不你把都做没了。现在的根本就不爱抢人家贵人的刀，根本哦，先去拿把准就。啊，我老公啊，新买来不？要刚做啊，最香的吧。东西水分太有，全部准了哦。这就分他。现在我到三十块钱了，我连你都便宜涨，现在我到三十块。啊，你说一百你吧，你末日每天管到几多了？不管了嘛，对不？他打的嘛，不给赚了。跟人家这俺老婆给办了，就唔当抢人家了。反正你都做工啊，人家多做菜，你抢人家多人家就唔安心，都是抢人家的。我小孩可以的，是全部管俺嘞。我讲你财富是水啊，你看看你不要水的，哦。